女郎艺是台湾美食展，草本也是最美之一。客户客家主题馆也绕向了头一届草牛全国争霸战的冠军，带来的两出动手客家特色的街通也动下劲，民众也把握最美的机会来买美食餐厅点头，各界摊位都很是动手分享。那接下来呢？我会把鸡先放下去。好，这一个剥皮辣椒就先放鸡了。不用给，不是，先炒的鸡后下。豚又白又嫩的竹笋，用你剥皮辣椒给汤呛下薄，就是得到怪甜的米丝。客家草肉正把比赛冠军，用客种菜体食材推出两种有客种特色的鸡汤，发动剥皮辣椒鸡汤同关西鲜草鸡汤。竹笋、老剥皮辣椒、个鸡汤、南姜虾。冻姜面，迄冻清甜的，啊，还要加了一样虫草菇，加落去，个米丝会咸啊清甜。又好买又又好食，咸做的豚师傅好创意。新年嘅美食展结合嘅传统豚创意，上个季度嘅年豚上机，一扎都各有感觉。我们那个有特别加入那个客家梅干菜的。巧克力这样子，对，这个是还蛮特色的，就还有吸引蛮多人看到这个很，就比较特别的巧克力而来。我觉得买气啊或曝光的话，其实客家馆的那个宣传都还不错。对实际数据来看，今年新年的展期已经上的超过104,500人次，跟去年来比，上涨的5.23%。跟去年比起来，今年的这个人流也好，销售成绩也好，还有大家脸上的笑容也好，都比去年更好。主办单位每一个过去日嘅美食展，每提半夜初一都出席来举办，受各界冠军食材，唔但请民众食得到好美食，咪希望打破美食文化，为世界看到台湾。客家新闻实习记者陈玉伟、邱玉莲台北报道。